当我站在擂台上时，你只需要记着自己比想象的要强很多。我知道，我正在变强的路上。我叫明天，有对双胞胎弟弟妹妹。为了多挣一分钱，我得分秒必争。在那个遥不可及的格斗舞台上，战斗是为了赢，而现实生活中的战斗是为了生存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格斗？是。你忘了你肩上的责任吗？你为什么选择我当你的决赛对手？静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拜拜。他是情，骂是爱，我今天快要幸福的晕倒了。你今天穿成这样，真的特别好看。真的吗？每当我练拳的时候，我就无比怀念你这个人肉沙袋，揍起来特别的有趣。哥哥，你连要还手的想法都没有吗？是不是比起挨打，你更害怕打人？你休学吧。为什么呀？你必须依照我的安排去做。心理强大了，就会克服恐惧，产生勇气。这是我特地为你们安排的训练计划。专人贴身之后，让你迅速变强。方宇平时可不轻易训练人。再来。方宇学姐只是外表冷漠，其实她内心比谁都暖。你们就这样陪着彼此，谁也不孤单。我现在很清楚，我必须变强。你训练这么久，为的就是这一刻。加油！你真的做到了？我要自己做主，绝不妥协。这就是变强的滋味。要牢牢记住这种感觉。